四月，在长江浦的回鱼养殖基地，渔民们正在捕捞当季回鱼。哪一个节目定名的？菜花有王，他就会到长江浦产养。这个时间是回鱼最好的时候，肥好吃。由于工业发展，如今野生回鱼十分难见，而引长江水入湖圈养的方式，能够尽可能保证回鱼的品质。正在指导徒弟处理回鱼的是74岁的黄才根，制作红烧回鱼已经有50多个年头了，人称回鱼大王。黄老对处理回鱼的每一个步骤都极致严苛，温水要把它表面粘液看清爽。它为了生成，它是表面有很多粘液，过去用稻草，现在呢把干的土把它表面粘液弄清爽。我们吴淞口的宝山的长江回鱼有它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因此这个水质是2级以上的，水质好，养殖鱼好。素有皮，人有皮，回鱼这个鱼皮烧菜，鱼皮是烧得好看，就是皮，就是每一块鱼当中都是皮的，皮烧出来颜色好看。这回鱼也长时间烧，烧了以后它变形的，不能太小。洗干净以后，把它血筋把它挑掉，用牙签挑去血筋，能去除鱼的腥味，冲洗干净后就可以进行烧制了。养殖的回鱼难免会有土腥味，黄老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因材施教。汽油锅把调味，把蒜泥、葱姜煸锅，可以放下去，黄酒。黄酒放好，盖子一盖，香味出来，把鱼里面的腥味、鱼味在高温当中进入，扩散散发。再接下去，通过不同的火候、大火、中火，根据它的汤汁的表面的运动状态，不同的火候进行烧制，基本上烧到50分钟左右。旺火堵能迅速去除鱼肉的腥味，文火焖使鱼块保持完整，鱼肉酥绵细糯。经过两堵三焖，旺火与文火凭着黄老的经验切换，50分钟后自然芡出来了。自来芡的确是我们上海菜特有的料方法，自来芡就不够芡嚼，就是不由零分勾芡。这个芡什么芡呢？它自己来的芡。什么来的芡呢？酱油、油比较浓，胶原蛋白质比较厚的、浓厚的胶原蛋白质，这样烧制鱼它自来就出来了。烧好芡以后亮得不得了，它的特点什么特点呢？放了2小时它还是这个光色，芡质还是这个芡质亮。今天呢烧着我们宝山的红烧回鱼，这个菜呢最近获得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红烧回鱼色泽红亮，汤汁浓稠，加一块入口中，咸中带甜，鲜嫩不腻，浓稠黏醇。黄老曾是沪上家喻户晓的核心馆掌勺主厨，当时的核心馆正是因为红烧回鱼而闻名四方，因为老街拆迁不得不面临关店。这个呢在我心里面也是一痛，我们算了这个饭店拆掉了，但是我要把它非遗的精神、回鱼的精神要传承下去。70多岁的黄老仍然活跃在烹饪界，手把手教徒弟制作红烧回鱼，为传承上海本帮菜身体力行。老饭店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庆幸的是宝山红烧回鱼这道上海名菜的味道被原汁原味地传承了下来。喵喵，我不开。
样的梦里。